像个本人，脑回路会比较清奇，然后很活泼开朗一点。你换给他，媳妇儿打他，好，加油，解说员开始，师傅加油。下雨了，好，老子继续，你一定要出声啊！特效不要钱啊！我看你是想破的。我承认，他就是那跳右移放过我。这种人不可，这点撩灯鸟吓漂亮吗？我一动我就跑。堂哥就是堂哥，堂哥怎么了？那什么意思？啊？怎么了？那我进来干嘛？开始录啊！来来，你们坐一下，坐一下。今天的半天好不容易，一步踏进，今天的先走。